十遇九不遇啊，十次九次都看不到。色季拉山口。南迦巴瓦整个露出来。南迦巴瓦峰的真容出来了，对，尖尖嘛，整个那就是一个从这儿到尖尖整个一个峰嘛，这么高呢啊。这个确实，
谢谢您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我错过了，看现在是紫色的啊，但刚刚黄色的时候，我们正在从山上往下赶，就十分钟，原来日照金山就十分钟的时间呢，又是日照金山呀，对不上焦啊，给你们看一眼啊，是什么神仙地方，朋友们，我没有错过呀，太美了，哇。太开心了，太美了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哈哈，我现在只能说我的天哪，太美了，太壮美了，真的今天的日照金山我是错过了一点点，但它现在是紫色的，已经非常难见了，你们来看一眼，非常好看，特别满意。紫色的，后来金色又出现了，就很开心。人这辈子真的要来一次南迦巴瓦。我是每逢神山必搭一个玛尼堆，我在这儿也要搭一个。看，大家都在这里搭。祈求家人平安健康，我一路顺风，粉丝们开心快乐。太幸运了，最后一抹更柔和，特别好看。